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？开国宴时，不拦我，今晚就算你不来，我也会亲自动手。 如果能够查清他的死因，他不会怪我的。动手吧，你说去吧，我要亲自研读。 杀了你便可离开，那你不妨试试。杀之蛇毒，杀之蛇毒，人服之利死，外表无益，脏腑尽毁。所以你该找的是投毒的人，不是我。